我们今天的草等哦，非常非常的丰富哦。我要进啦，我们呢骑这一段路呢，骑到终点之后呢，要到一顶马蹄腰啊哦。好，那我们各位车尾，把车友麻烦你们哦，一定要把我们的帽贴贴起来哈，因为呢，我们到终点的时候可以领取呢，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玩骑礼啊。然后呢，另外呢也是一个好辨识哦。那